我想非常诚实的说，我的计划，现在我知道的就是我下周会飞台湾，非常非常期待看到你们，很快就见面了。大家好，我想非常诚实的说，我的计划，因为我不想有任何的一些 miscommunication。那现在我知道的就是我下周会飞台湾，那我还不确定哪一天，可是我到台湾的时候必须要有一段时间见队友，适应体系，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就是恢复身体，因为我可能。总共加起来两个月左右没有打正式的比赛，那因为我个人是希望我可以有一个好的身体状况，不想有太大受伤的风险，也是希望可以带来我个人觉得是最好的一个表现给粉丝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还不能说100%什么时候是我第一场。那你们就是听说很多粉丝很多就是 rumor 都在猜我什么时候会打，我还不确定，我一知道我保证我会直接跟你们说，如果不是从我这边听到的千万不要相信，我是每天很努力的在训练，希望很快，当然更快更好，可是希望很快可以回到比赛的状态，非常非常期待看到你们，很快就见面了。